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最近呢，美国82岁的佩洛西老太太访问台湾，却火了39岁的台湾女艺人田馥甄。她在个人 IG 上呢，分享了外出吃意大利面的照片。不巧的是啊，当时正在台湾访问的佩洛西刚好是意大利裔。不知是网军挑头，还是大陆小粉红按捺不住寂寞，立即出征了田馥甄的 IG， 认为他在这个时机吃意大利面呢，是在挺佩洛西、挺台独，吓得田馥甄赶紧删掉贴文。可是呢，这是非一起呢，怎么会简单的平息啊？有人把他2010年发行的单曲《离岛》给翻了出来，因为里面呢有“我觉得这样的距离很好，就隔着一片海，互不打扰，谁能够决定谁啊？怎样最好？”我疏离得很舒服，不想要治疗啊，等等这样的歌词，便被小粉红解读为啊，早有台独倾向啊，获封台独艺人。大陆音乐平台上啊，也很快将《离岛》这首歌下架。有的小粉红还骂着，为曾经是甜的粉丝感到耻辱啊，然后破口大骂台独，那情状啊，恰如丧家犬。这还没完啊，田馥甄啊，后来又在 IG 上发图片，自嘲自己的体态。用了打肿脸三个字，小粉红们呢又不知道在哪里伤了自尊心，个个流着鼻血在田馥甄的社媒上留言谩骂，翻不了墙的就跑去人家在大陆的微博上留言，说人家是台独啊，还呼吁他代言的品牌公司跟他解约。这事儿还没几天，他在微博上掉了200万粉丝。田馥甄 IG 上写打肿脸的照片呢也给删掉了，可是为时已晚。从事件一开始的操作，海量的网民在网上集会而未见制止，到大陆音乐平台对其相关歌曲的封杀啊，这一系列套路啊，在我看来呢，这绝对是有中共宣传部门的授意的。对他们来说，牺牲掉一个在大陆有业务的台湾艺人，来换取一波民族主义的宣传噱头，是划算的买卖啊，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这样做呢，一方面是煽动民情假扮合法政权，另一方面呢，是把一些希望中共对台湾采取极端手段的大中小各类粉红，对当局软弱无能的这种情绪啊，转化一部分到台湾明星身上。那下次台海再有什么事儿，再有什么台湾艺人被抛出来，我一点都不会意外啊。只能说田馥甄呢太不走运了啊，这次被魔鬼盯上。而那些期待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比如欧阳娜娜，就第一个转发了央视的微博图片，上面写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随后呢，还有其他台艺的明星，比如刘畊宏啊，还有大批的大陆一线艺人转发，甚至早已经是国际公民的香港出生美国籍贯的老牌明星李玟啊，也跟着转发，还写了一句中国人要团结啊，不要让外人干涉咱们。我不知道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啊。我发现了啊，那种受害者妄想症啊，不止中国大陆那些被中共洗脑的小粉红友，很多海外生活的为了中共那几个臭钱呢，也甘愿感染受害者妄想症。到底谁把谁怎么了啊？外国人谁干涉了什么？呼吁中国人团结要干的是什么？怎么河南人要自己的合法存款啊？中国人不喊团结呢？那些多少烂尾楼的受害业主需要一个合理的说法，中国人怎么不喊团结呢？官匪勾结在各地制造的流氓惨案，中国人怎么就不喊团结呢？就说这种思维很奇怪。而在香港反送中时期啊，各路明星是转发什么我支持香港警察啊这类的表态。刘亦菲呢，还因为转发相关的贴文，影响了当时她主演的迪士尼电影《木兰》的票房。那这一次呢，她没长记性啊，又是转发了央视的那个博文。那当年呢，迪士尼那个电影投资2亿美元啊，最后全球票房满打满算呢，只有6900多万美元进账，遭遇惨败。那显然呢，刘亦菲是没有把当年的那个转发呀当作教训。但是呢，如今田馥甄的遭遇却是另一个值得那些台湾艺人深思的例子。你会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共搞民族主义的牺牲品吗？要跪到多么低啊才能避祸呢？其实中共也是看好啊，好多的亚裔明星看中中国的这块大市场，想在里面继续捞钱，就反过来啊，利用这些明星的影响力，让他们变成自己的宣传工具。反过来看啊，台湾真的有不少新一代名人敢说敢为，站着就把钱赚了。
前两年呢，有创作《玻璃心》还有《墙外》的歌手黄明志，最近呢，还有台湾网络名人波特王啊，转发获奖电影《沉默呼声》，这是揭露中共的又一部真相电影的力作啊，剥开了中共繁荣画皮下的龌龊。8月12号会在全台湾的电影院上映。那波特王在转发时说，这是一部中共不敢让他在墙内上映的电影。而作为民主自由世界的一员，大家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让真相被光照亮，了解中共糖衣下的真相，这也是保护台湾自由的关键。还有现在人气极高的台湾自媒体社图日记中的八囧啊，也在最近一期节目中推荐了8月12号要在全台湾上映的电影《沉默呼声》。那相比那些在中共金钱诱惑下默不作声的所谓名人啊，这些人才是真正勇敢的。至少呢，他们敢于告诉人们捍卫自己在暴政下不沉默的权利，这也是在守护台湾的价值。而中共大概没想到的是，这次佩洛西访台啊，不是佩老太太玩大了，而是中共的激烈反应玩得太大了，可能会让中共这艘破船呢提前报废。推特创办人杰克多西在美国保守派中啊，真的是争议挺大的啊，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是极左，因为他的推特平台呢，言论管制问题在近些年是日趋严重。可就是这样的人啊，都在8月6号转发了一则有关 CNN 报道清零政策下的北京，说这座城市里的2000万人被画地为牢啊这样的新闻。杰克多西在转发时呢，只写了三个单词 End the CCP 啊，就是终结中共，或者是直接叫灭共。截至我们今天发稿呢，这则推文已经是有超过11000次转发，55000次点赞啊，多家媒体报道。而杰克多西呢，只是因为北京的清零政策才写的这句话吗？我觉得不是啊。刚刚这几天啊，中共在台海的所作所为，还有多年来在国际上的战狼外交，这个大公司创办者呀，不会不知道。那三个单词呢，是他长期观察的肺腑之语，绝非是一时之气恨。那尽管我同样不喜欢推特的审查制度，也对杰克多西啊抱有过反感，但是仍要为他在这一时刻的感言呢称许。因为中共一直在世界上做两件事，一个是威胁，一个是利诱。能够公开喊出终结中共的名人呢，难能可贵。但我相信啊，接下去啊会越来越多。而且现在连杰克多西这样在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人呢，都说出灭共这样的话，这应该不只代表了他一个人的心声，而是在他的那个阶层啊，很多人的心声。颇有影响力的英国金融时报也在近日刊文分析啊，大意是说呢，中共近日报复佩洛西访台的军事演习，包括其飞弹首次落入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这玩的太大啊，代表美中两国的分歧外溢，意思呢就是原有的领域已经装不下了，别的国家也感受到了两方的激烈对峙，甚至扩展到的是这种军事领域。再加上美国晶片法案敲定啊，韩国晶片制造商跟中共国脱钩，日本对中共飞弹打入日本海域耿耿于怀，也会加速推动修宪，使其自卫队朝正式的国防军事化转型。这些趋势啊，都说明美中脱钩啊，没有悬念了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双方还会和好如前啊。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那在国际上愿意帮中共说话的政权呢，也会越来越少。那么实际上啊，目前的趋势也证明拜登的跟中共既竞争又合作的策略破产。如果现在的美国政府内啊，尚能有力挽狂澜的一些人，那就很有可能推动现今的美国白宫以更强硬的姿态对付中共，包括军事上的。那毕竟啊，老拜登上来之后啊，川普的好多政策都恰如预期的被改动了，唯独对中共的策略呢没怎么动。这与美国两党中存在很强大的对中共忧心忡忡的强硬人士关系很大，他们努力在促使美国不能对中共太软弱，就包括这次佩洛西访台。而中共目前的军演和叫嚣啊，会更让美国华盛顿的这一部分人警惕，甚至感到耻辱。在与美国今后的过招中啊，中共应该会更不好过。这种过招啊，当然也包括军事上的。大陆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啊，近日发消息说，美军的一艘飞弹测量船8月3号从日本横须贺港出发，
8月7号抵达冲绳附近，靠近台海，并说该船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侦察阵位。这艘船配有先进的侦测设备，有 X 波段还有 S 波段的相控雷达系统，能够监测处理多个目标，并具有精确监视的这个能力。这说明啊，美军确实在中共军演前啊就知道中共要朝台海乃至更大范围射导弹，因此呢派出了相应船舰监测，而目前仍布局在靠近台海的冲绳区域，是对中共传递了一个信号。就好像去年美军发布的一个照片啊，那个照片上显示一个美军啊翘着二郎腿近距离观赏共军舰艇的巡航。现今的事儿啊跟当初那个照片的意思一样啊，就是小子呀，你干那点事儿我都知道了，导弹参数我也都拿到了，你再发射一颗导弹试试啊。而在8月5号啊，美军环太平洋军演的官方账号也发出短片，记录了他们最近这场军演的很多颇具震撼力的实况，并且列出了一组数据，包括26国、38艘军舰、170多架战机、25000多名战士参与了这场军事演习。那这场环太军演的中心点在夏威夷，但显然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军演要威慑的对象是远东的那只绑架着中国的党妖七头蛇。那实际上呢，通过本次中共在台海的冒冒失失的军演行动来看，当局似乎是又在对美国误判。新平当局似乎是啊，总不能看清楚对方的底细，不大能了解对方的脾气。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呢，美军的脾气啊可不好啊，借用习的那句话，就是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虽然美国没有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或者日本有事儿就是美国有事儿这样的话，不过呢有些话他不用说。美日结盟已经很久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管是模糊还是明确也是由来已久，全世界都看着啊，这次共军在台海甚至是日本海域这么真刀实弹的玩啊，且不说武器装备还有技战术的水平低劣，就说这种不计后果的撒泼已经是在踩美军的红线了啊，就差一步就踩上了。谁知道中共的飞弹射出去会不会打偏啊，正中冲绳美军基地呢？所以美军呢会把中共的这次虽然看上去啊并不具威胁的军演也会视为是一种需要教训啊需要给点 color CC 的事件。早期在美洲大陆的美军呢对那些屠杀美军的土著部落激烈报复，后来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空袭美国的珍珠港，美军回报以两颗原子弹，彻底断了日军的念想。911事件之后，好多美国人看到两座纽约的摩天大楼轰然倒下，志愿参军，投入反恐战争。而在近年复杂的中东战场上，美军还特别发明了收割者飞弹，去报复那些残杀美军士兵的恐怖分子头目。这种飞弹不是火药啊，而是击中目标之后自动伸出六枚锋利的刀片，瞬间把目标人物剁成肉酱。在2018年的叙利亚战场，一队美军被叙利亚政府军围困，后来狼狈撤出，没有人伤亡。但是呢，美国国内的国家利益网站还报道说，在那个战场上，美军从未受过如此羞辱。过后不久啊，一场突如其来的飞弹袭击炸死炸伤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据点的至少40人，猛烈的爆炸还惊动了远在欧洲的地震中心，说叙利亚伊德利卜某地发生了 2.6 级地震。而那场飞弹袭击啊，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根本就没察觉到有飞弹来袭就挂彩了。除了美军呢，还没有叙利亚的任何对手有这样的技术。那类似的例子还很多。美国人呢，美军呢，是很重视这个荣誉感的。美国政界的个别人呢，可能也会软弱，但不代表美国人还有美军你可以随便羞辱啊。中共如果玩得太嗨，让对方觉得有辱意啊，恐怕只能是乐极生悲了。当然了，我这里也不是说美国多好啊，只是单纯想说美军也是有脾气和情绪的，而且脾气不小啊，不是说呢只是单纯听令而动的机器啊。不信咱们就看这次中共军演之后啊，美军在台海区域的活动一定是更加频繁啊，大家可以观察。而与此同时呢，昏招频出的中共啊继续内耗。海南三亚自8月1号以来啊，发现了至少800多例确诊和所谓的无症感染者。8月6号开始，
已经有至少上千名的外地医护前往三亚及相关地区支援。也在6号早上6点开始，三亚正式宣布所谓的静态管理啊，其实就是封城。这清零的指令一下呀，海南三亚的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有已经坐在飞机上马上就要起飞的乘客也被赶下飞机。比如三亚飞上海的 FM9538 航班，乘客都登记完了就等着飞走了，啪嚓啊，被清零大黑手给按住了，动弹不得，全机乘客被赶了下去，到候机厅等待发落。而他们只是一部分，三亚市旅游城市目前已知的是至少有8万乘客被迫留在三亚。这边病毒疫情呢还没完，那边中国大陆呢又出现了新的病毒，名为狼牙病毒。最近在山东、河南等省啊都有发现，这是一种由动物可以直接传染给人的病毒，症状是发烧、无力、咳嗽等等，而且很可能发展成人传人的病毒。台湾有医学专家黄立民说，如果不做好围堵工作，变成人传人的疾病，那这种病毒呢也有机会发展成像目前的疫情一样的扩散全球的危机。那好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到这里，欢迎您关注我在新平台干净世界上的另一个频道，链接呢我还会在今天的节目留言区置顶。8月8号英文的干净世界就要正式的开通了，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那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AJQ-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啊，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